台湾的新住民的人数是越来越多，但是新住民在生活当中还是有许多不方便的地方，像是机车考照对他们来说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芦洲监理站就特别推出了注音版的笔试题库。考机车驾照对于一般人来说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尤其是笔试大多都可以有 75% 左右的合格率，但根据监理站的统计资料，新住民由于文字的障碍合格率只有一成半左右。为了帮助想要考照的新住民朋友，芦洲监理站特别设计了笔试题库的注音版。他应该会去学校学 Purple 吗？那去学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题库附加的 Purple 版，在那个学校的学习过程当中，让他刚好学到我们的题库的东西，然后让他能够很容易的来考得驾照，然后他就对他个人来讲，他就在生活上面就便利多了。芦洲监理站特别邀集三芦地区办理外籍人士学习课程的学校参加这场说明会，希望由学校开始做推广。另外，有需要的民众也可以自行上芦洲监理站的网站查询，或打2288-6883转401的电话。TVN新闻方建凯、林美惠，芦洲采访报道。